这种感觉，有没有一种岁月做了一个整体的清理？第二个的话呢，是对于这个百分之十五的来包括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数据啊？比如说高峰时候，未来会抓那个维度。
我现在所在的北湖水也是千州古八景之一，此时此刻泛舟在湖面上，看着湖中央的光影闪烁，还有迎面吹来的晚风，我似乎能够懂得古人的那一份惬意。水也更清了，树也更漂亮了，每天吃完晚饭之后经常会过来走一走看一看。水的透明度得到了改善，水质也得到了改善，整个北湖的生态系统也得到了完善。我们在北湖水月洲上打造的是一个书屋消费空间，大家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北湖水月的美景，品尝美食，品茗品书。现在每天店里都是满座，到周末时间5点开始就开始排位了。练景区的夜晚练起来，山川的银器聚起来，夜间的消费活起来，言行文旅融合的传产业链。